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专家分析，人物聚焦，黄光芹怕抢先报。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 FM 91.7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芹。我们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1点到1点钟播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持续锁定，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粉丝专页或下载我们的 APP 与我们线上互动聊天。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非常的特殊，也非常的丰富哦。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是专访十大杰出女青年，在这个创业经济生产类的李薇晨。那他已经到我们的录音间现场，不过先跟听众朋友来预告，我们15号将播出这个科技部长陈良基他的专访。这个专访是今天早上8点钟陈部长到我们的录音间，我们是采取预录的方式，不过有这个公开给媒体采访，那我们今天也会陆续有新闻稿发布哦。那陈部长呢，那他主要是针对我的提问哦，尤其是针对这个两周后即将公布的台大论文造假案的调查结果，他有一些原则性的宣示哦。他表示这些违反诚信的研究者已经没有未来了，将面对未来的法规惩处、研究经费的被追回等后果哦。科技部将秉承国际惯例来进行审查，虽然这个两个礼拜的调查时间虽然嫌短，但是现在有大数据等科技是可以弥补的。他认为这个违反诚信者毕竟是在所有里面学术界的少数，科技部将更重要的角色是放在如何帮助台湾与未来世界做连结。好，这是整个梗概。再重申一次，我们的这一集的陈良基部长的专访将放在15号的11点钟播出。那比较特殊的是，由于这个内容十分丰富，所以我们少见的跨了时段，在第二个小时的第一段也会继续这个内容的播出哈。那今天非常高兴，也欢迎这个正和食品有限公司总监李薇晨，他昨天才被颁十大杰出女青年，而且是分在这个创业经济生产类的。薇晨你好。姐姐你好。是我很少就是说专访政治类以外的这个人物，但是我看到十大杰出女青年哦，这个各个都是相当特殊的哈。那你是被称为导电达人，在这个我引用自由时报在您获奖的这个部分哈，大家是怎么介绍你呢？他说这个李薇晨是由外婆抚养长大，生活并不好过，因此有点子来创业哈。不过创业过程并不顺遂，屡屡失败，我再加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那2005年用仅剩的2万块钱开发出极具特色的辣椒饼干跟辣椒冰淇淋，进而打开市场，从不断导电到最后获得微型创业奖，表扬，毅力过人。薇晨，这是报纸对你的简短的叙述，但是今天我必须细细问，因为你的经历实在是太丰富太精彩了。薇晨先跟我们讲一下，你从小在什么环境下长大？因为我们这每个人都是受我们从小出生背景父母的影响，或者说你童年时候的经历哈，求学时候的过程所影响。那你可以不介绍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哦？就是我爸爸妈妈比较不乖，然后所以我从小就是给就是外婆抚养长大。那所以家境当时候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哈层级？没有算就是很好过，所以像我小时候就是例如说。就是我就是下、对不起，就下了课之后就是我会就是陪阿嬷去捡就是资源回收、这么苦，小时候也不会觉得苦啊，只是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像人家就是可能就是要什么有什么的，不像一般的小康阶级的家庭父母亲可能双薪，然后住在自己购买的房子，可能要付贷款，那当然学业上学什么下学都有父母亲去接，然后这个生活各方面都非常的正常。当时候父母亲可以在外地工作，应该是说他们比较不乖啦，就是比较没有顾到家庭，然后有生了小孩就丢给您的外婆去抚养、那外婆就等于是当时候撑起家中的经济了。那你从小到大怎么帮外婆呢？你说捡资源回收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怎么帮外婆？你上学的同时，但是家务谁做？然后外婆她那时候年纪应该也有了啊、那她出去做资源回收，其实
是蛮辛苦的。嗯，你还帮助他，就那时候在学校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会那个，就有时候看到就是保特瓶啊，就是什么，我不敢拿太多，可是有时候就拿个几个，因为那时候其实也很怕就是丢脸，然后怕被同学笑，所以你就书包可以放个一两个，然后你就待着就是一两个，或者就是路上就是有看到的时候，你就是从学就是上学的就回就是放学途中，你就会就是这样沿路就看到，然后捡回来。所以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为了要捡一个保特瓶，然后就那个保特瓶就是那个他被就刚好就我要捡的时候刚好被刺子压过，然后所以他就跑得比较入中间，然后为了就是我就没有去注意看车，差点被车撞，然后。就阿嬷那一次之后他就很生气，然后就是说那如果受伤了那要怎么办，嗯，魏晨为了一个保特瓶然后跑到路当中，说实在蛮认真在帮外婆的忙齁，而且我如果早认识你，我跟你讲说一点都不用害羞。你知道我曾经看到一个新闻，你知道在校园里面的确他会有一些保特瓶，往往那个校园的资源回收会放在地下室或者停车场那个部分，你知道很多小孩子去捡欸。可是我们那时候小时候就怕人家说啊，你去笨手，就是还是会很怕丢脸，所以有一段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个时光。那你家几个兄弟姐妹？我跟弟弟两个，就两个。所以小时候读书读的怎么样呢？超烂，超级烂，超烂。那这个魏晨在这个相关的媒体报道里面介绍你哦，就是说您一路就是小学。初中这是正常的，那高中是读的高职，高职是什么科系呢？机械制图科，机械制图科。我本来其实是想要念畜牧兽医科，可是差 0.5 分。是，为什么想要念畜牧科呢？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就是我书念那么烂，然后就是感觉好像就是解剖青蛙还是什么那些，其实还蛮好玩，而且就是能下得了手吗？应该下得了手，就是我觉得重点其实我觉得那时候有一技之长。对，其实很多年轻朋友就听听魏晨的故事，想想自己的未来，包括我们这个中老年代哦，听听魏晨的故事，我们也想想自己的这个中老年怎么办哦。其实魏晨受邀包括联合报他们都有一些青年对青年的一个建议，尤其是创业方面，我们等一下会陆续来谈。那你在这个制图科学到什么吗？有想说这个以后可能我未来的人生就要靠这个吗？没有欸，因为其实那时候其实我进入机械制图科它并不是就是我所想要的科系，然后那时候就是所以我在那就是机械制图那时候高二的时候我就去卖运动内衣了。对，你谋他图哦，会认为学用是两分的，可能以后不能靠这个好，所以刚刚这个魏晨也提到了，就是说从高职读高中，就是我们在十来岁的这个年纪你就兴起要创业的这个念头。一般小孩子你叫他写作文他都说我未来要当老师，我小时候写当老师，那有些人说要当总统啊。那你为什么会萌生创业？创业不容易耶。跟姐姐报告，就是其实一开始啊，其实并没有想说什么创业。我一开始其实纯粹只是想要赚自己的零用钱，因为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念新营高工，然后我每天就是从台南要就是搭车到就是学校嘛，那一个礼拜就是阿姨跟短或者是短姨她只给我就是1000块，就是1000块我要就是坐车还有吃饭的钱。一个礼拜1000块，1000块，7天嘛。可以算一下，就一天早餐跟坐车，这个我看啊，1000除以7哈，100多块，对，那怎么够用？又要车费，又要吃，所以我那时候才会，我那时候一开始卖运动内衣，纯粹只是想说就是可以多少就是赚一点就是零用钱，零用钱，对，然后就是可能生活费不够，你就萌生一个念头，对，然后那时候我的老板那时候就是他就跟我说就是。卖前八件就是都不会给我钱，可是我要在卖第九件之后我一件可以抽就是300多块。对，魏晨你先讲一下什么途径让你可以得以去卖运动内衣。像我现在你叫我去卖运动用内衣，我去跟谁卖？我怎么卖？你当初为什么有一个机缘是可以在读书的这个空档当中你可以去卖运动内衣呢？因为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就是有在穿那一组就是那个运动内衣，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像别人就是也会有需要，因为其实它是束胸啦，束胸，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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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 T 在穿的。是，然后我就想说是会不会就是别人就是也会就是有需要，然后所以很特殊哦，不是一般大众所穿着的，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是不是
别人会有需要，那我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有需要，然后我如果多卖几件的话，那我自己的衣服就不用钱了，然后而且就是还就是卖给别人还可以有零用钱，然后是因为老板就是他前八件就是没有给我就是利润，这第九件之后才有，然后我一直卖了，我记得我好像卖了好像半年多还是一年，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突然问他，我说我能不能就是我应该要怎么做我才能够就是有比较好的利润，能不能不要就是前八件，可我八件，应该我每卖一件，你给我一些获利吧、对不对？这样我们才有动能继续卖下去。然后所以他后来就跟我说，就是可以啊，那不然的话，他说就是问我有没有想要接，就是谈谈代理。然后那对，然后那时候他就说，我就说可是我没有钱，他就说没关系，我可以就是让你慢慢扣。那时候我记得是除了衣服的钱，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保证金20000块，然后所以也就因为这样才开始了创业的起点哈。不过就是说卖了个半年还没卖过前八件的意思，没有卖过，但是获利很少。对，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月才卖可能9件10件，然后你就觉得刚好只赚一两件，前面八件都帮老板卖了，老板赚去了。对，好，这是威晨他的创业起点哦。那威晨为什么被封为倒店达人呢？一定是他倒了非常多的店。等一下我们问问达人他的创业经过哈。我们休息一下，这种广告马上回来。怕抢先报。好，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抢情报节目现场，我是黄光芹。我们现场专访的是才在昨天哦获得颁奖十大杰出女青年的李威晨哈。威晨这个他的小小年纪就展开他的创业的这样的一个旅程哈。可是威晨，你第一个工作就是做业务，其实哦，我们归纳是业务，你知道吗？要跨出去去跟人家推销，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哦，其实都要很大的勇气哈、那况且，我看资料讲说你有自闭症，好、小时候那可能都不敢开口，这个部分你怎么克服啊？因为想要赚钱，所以它是个动力，它是一个动力，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要求就是自己一天至少就是要发100张名片，然后所以我们家台南就是小时候就是只有三个夜市，一个就是小北夜市，一个武圣夜市，跟一个就是三星夜市，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就是因为毕竟我卖的就是束胸，它其实就是卖给 T， 然后 T 其实还蛮好认，就是短头发嘛，然后所以就只要在夜市有看到 T， 然后我就去发名片，然后一开始有没有找错人的？他说你干嘛来找我？啊，他们就说对不起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穿呢、欸，穿那个很舒服吧，比我们现在穿的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其实就是发名片的时候会非常简单，就是一直抖，一直抖。第一张名片怎么递出去的？就硬着头皮，然后就紧张到哭呢。其实我刚私下也跟威晨分享。我们彼此的这个求职经验，或者说进入职场的一些老故事了哈。其实你刚刚讲第一张名片递出去，你知道我第一天要去跑新闻的时候，我不敢进那个公家机关欸，我就在下面不敢上去欸。这个是同样的有过就第一次的这样一个跨出去的一个障碍，但是突破了之后就一路坦途了吗？其实在这个运动内衣的这个销售上，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诶，这个老板对你不错。他让你代理，可是代理有一些门槛的。20000块怎么取得？按照你那时候环境，那时候他就是那个跟我说，就是叫我要，就我忘记他是跟我说，就叫我在半年内还是什么，就是要还完就对了。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规定自己要一天发100张名片，主要也是因为我想要接代理，可是20000块他给我一个门槛，他是必须要在就是那个期限之内，就是都要就要给他，所以我就想说的是一天100张，然后那时候就是没有其他的人在卖束胸，那100张就是。一个月下来就是有3000张，就是让我如就是再偷懒一点，就是至少我会发2800张，2800张里面我至少也会卖一个就是几十件吧。对，我那时候是这个样子想，就是数学可能跟实际上的人生习题最后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有那么好运吗？还不错，真的、哇帅，帅啦哈，很顺利。后来半年就把这个20000块，老板当初先帮你预垫的这个创业基金还掉了。不到半年，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家的老板那时候也跟我说，他就说就是他，因为我那时候创了一个就是记录，是连他也没有办法去突破的。我那时候最高我单月
卖700多件。嗯，然后我那时候单月卖700多件的时候，那个月我赚了就是十几万。所以我十几万，我那时候手是一直在发抖的，就是人家就是要拿钱，我不敢自己去摸那笔钱，我还真的就是我看那笔钱的时候，因为我手一直在抖，然后我不知道怎么算钱，然后所以我还打电话给阿姨说，阿姨你有没有在台南，你能不能来就是陪我就是怎么处理呀？对，怎么好像中乐透的那种感觉，从来没有生平，而且是现金得到这么多哈，那时候还不满20岁。嗯，大概10多岁。嗯，那为什么后来不做了呢？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么业绩这么好，为什么不做下去？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我们老板后来就是因为他的衣服毕竟也是就是请成衣厂帮他就是制作的，可是有那时候就是有一批衣服就是材质我觉得非常不好。嗯，然后那时候我们老板就是说就是成衣厂就是不负责，然后他希望就是我把那一批衣服给卖掉。嗯哼，然后可是我就跟他说，我说客人能够就是让我骗一次两次，他不可能再让我就是骗第三次，我不要。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为了这件事情，我们吵了非常严重的架，因为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些客人其实都是我自己就是辛辛苦苦就是我去开发出来的，我不想要去骗客人，而且那么贴身的一个衣物，对，因为好穿不好穿，我自己就很清楚啊，我不要去说谎，就好像是我们现在在做辣椒饼干，我也是跟我们家的小朋友就讲，我说自己做的东西自己要敢吃，我不做就是我自己不敢吃的东西。那么小的年纪他就知道要维持一个商誉齁，而且跟客户之间的一个诚信齁，这样的一个连结度。那后来不做了，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素，那人生又可能陷到另外一个低潮了，因为再赚那个时候的多少钱可能从有一天他会用光嘛齁，那你会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有过这种失业的经验，就像我们未来前途茫茫，那你怎么下面又去开展另外一个机会，譬如说我看到资料上说后来开泡沫红茶店吗？第二个工作是这样吗？泡沫红茶很竞争欸。泡沫红茶是那个毕业的时候，我毕业之后因为那时候已经没有卖酥胸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我当时住在奇美医院，然后我就每天骑车到就是东方工专，就是附近的就是台糖加油站，因为就是亲戚的就是朋友在那边当站长，然后就是我就想说就自己去应征，就是因为太害怕了，我就想说在还是害怕，你都卖过运动内衣啦，递那么多名片，可是不一样，我只能就是说在就是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面就是去想就是我要怎么讲，可是其他的我就没有办法，跨领域不熟悉了就害怕陌生了。对，其实像就是现在可以讲话这么顺，我真的要感谢就是这两三年就是媒体的采访，所以像就是我记得因为第一个采访我的人是华视记者，就是刘汉生刘大哥，然后就是刘大哥那时候那新闻节目其实才播出大概一两分钟，可是他那天我记得采访我好几个小时，因为我自己一直把就是他的就是那个摄影机给移开，然后又把他麦克风弄开，然后为什么就自觉性的就是害怕啊，害怕，然后又躲镜头，对，然后又结巴，然后就是还自己会喊卡，他会剪啊，真的，那你自己当这个导播，然后对，然后后来就是刘大哥就跟我说，就叫我就是不要紧张，但是他那时候就只有跟我说就是。他说我相信就是今天播出之后一定还会有下一个就是媒体来找你，他只希望就是我答应他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我自己是谁。他说他采访过那很多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到后来就是觉得就好像自己红了变了不起了，然后就一切的行为就是都做改变，我就跟刘大哥说就是请他放心，我绝对不会。对对，当时候这个做泡沫红茶店，想必你心里会越做越觉得这可能会是个过渡，因为它不是一个事业。我不是台糖加油站那时候就是存到钱之后就去，我那时候第一间泡沫茶店开在就开山路上南排骨便当的隔壁，然后那时候其实因为也有一部分爱玩，我那时候就是泡沫红茶就早上就是六七点就要去就是煮茶嘛，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一天要顾店顾十几个小时，真的不顾没有这个人来顾客上门，你找不到你就赚不到钱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扣一扣再扣房租，然后就觉得我一个月在就是才就2万多块3万块，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去外面工作就是会好一点，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在那边，因为在那边开了就是一年多两年，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开就是没有赚到钱，可是我觉得我那时候就还有一个很开心，就是因为小南排骨便当的生意非常好，然后我们隔就是我他大概就顶多就是到一点之后他会一个空档，所以一点我会把就是铁门拉下来，我会带一杯就是
嗯，珍珠奶茶，那个奶茶，对，我会带奶茶回去看阿嬷。嗯嗯，对。你为什么哭呢？啊你为什么哭呢？嗯、啊，为什么呢？嗯、啊，为什么讲到这里会哭呢？为什么带一杯那个泡沫红茶回去看阿嬷，你的眼泪就止不住了呢？哦，没有，因为就是那个时候会有那个空档可以回去，就是才可以回去陪陪阿嬷。对对对，阿嬷那时候多少岁？阿嬷那时候应该已经七十几了吧？嗯、因为阿嬷是。82岁的时候去世的、嗯哼嗯哼哼哼，对，然后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就是我都会就是因为阿嬷那时候因为跌倒，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就是下床，嗯哼，然后阿嬷很喜欢喝就是我泡的就是奶茶，嗯哼，然后可是就是老人家会觉得就是说就是看不到自己的孙女，不是她舍不得喝，舍不得喝，所以她会放在那边、结果长蚂蚁。你跟阿嬷讲，你跟阿嬷讲，这是我的啦。对对对对，有跟她讲啊，可是她就是会觉得，就是说，哎呀，就是那舍不得，因为舍不得，因为我阿嬷她其实真的很节俭，所以小时候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其实有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千万不能跟阿嬷说，哦，阿嬷你住的隔壁菜做好吃，我会连续一个月都吃高丽菜。因为我们家就是一个饭，对，一个菜，然后顶多就是在一个汤、就或者是就一个菜，或者是一个白饭这样子而已。哎呀，你讲了我都哭啦，快哭啦！光姐从来没有在电视荧幕上哭过。好，我们现在也要止住啊、不过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生经历哦，真的讲起来非常感人啊。魏晨真的很感人，哈、哦，很感人，真的。我们接下去再讲你的人生故事。我们先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嗯。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好更快的新闻选择，黄光芹带您抢先直击新闻现场，胖抢先报。回到 POP 抢先报的节目现场，我是黄光芹。我今天专访一位特殊的人物，有请当事人，请的是李威晨、哦、大家对这个名字是陌生的，是因为先前或许很多人看到一个导电达人，不知道何许人也哦。那今天为什么请威晨来，是因为他才获得十大杰出女青年哦。刚刚讲到他的人生故事，他虽然今年才30多岁、哦、可是讲到阿嬷对他的影响，你想想看，前段他有叙述，就是当父母亲不在身边的时候，阿嬷她也要维持家计啊，她下面还有这个两个嗷嗷待哺的孙子孙女啊，她去捡破烂，她就做资源回收。然后我们的这个威晨呢，他知道在读书的时候，他要帮阿嬷做点这个协助哈、哦。那一路长大，长到他想办法维持一个动能，他去上了工，上了工第一份做卖这个运动内衣的这个工作。后来因为一些因素，他转而去开泡沫红茶店，开了1年多。你知道开一个泡沫红茶店不简单啊，你要店租啊，你自己要工作，他刚刚讲10几个钟头，然后利用中午1个小时的这个空档，拿一杯泡沫红茶回去给这个奶奶喝，奶奶就是勤俭习惯了嘛，不舍得喝，结果好几杯泡沫红茶他都喝到最后生蚂蚁了，他还在喝。魏晨啊，这个讲到这个奶奶阿嬷对你的这个影响，其实他也经常灌输你一些求生之道，或者说我们为人处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对啊，阿嬷就是因为阿嬷就是是领长，然后所以就是常常就是有人就是需要就是帮忙，或者是阿嬷也都会主，就是人家不一定会开口，然后就是阿嬷也会主动去帮人家，或者例如说就是人家附近就是那个端午节要到了。那绑肉粽，阿嬷就会去帮忙，又或者就是说，快一点，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啊，我们以前，例如说，阿嬷在收资源回收，又常常自己很辛苦了，但他还是去帮助别人，对，帮助别人。然后就是我们在门口的时候，在整理资源回收的时候，就是也都会有附近就是老人家来陪阿嬷开杠啊，或者是就是我都会有人互相帮忙那一种，就对了。所以这个奶奶已经过了哈、哦，永远是你心中。等于是妈妈，又是奶奶，又是你生命之中一个支柱。我们常常讲说，一个成功人背后，他背后绝对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你这个伟大的女人是自己的阿嬷哈、自己的奶奶。那后来结束泡沫红茶店之后，好，这个重头戏来了，开咖喱店。
这是一个特殊的食材，跟你后来做这个辣椒饼干、辣椒这个冰淇淋，我说实在，我大胆假设，其实后来是有关联性的哈、哦。那咖喱店你怎么开呢？咖喱这么特殊，你又懂咖喱吗？那时候为什么想开？对，其实我所有的东西啊，不管是以前的泡沫红茶，或是咖喱，或意大利面，这个都是就是从网络上面就是下去就是。去搜寻资料，因为其实就好像我现在在，因为现在有时候我会去做就是经验分享，嗯，我都会跟小朋友讲，我说你跟我一样，然后而且你们比我更幸运一点，就是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就是资讯非常发达的一个社会，网络时代，对、你有任何不懂，你只要去找 Google 大神，你一定都可以找到答案。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例如说我为什么会开咖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以前就是日式咖喱就是正统的。那一个餐至少到300-400块，那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它的食材其实不贵，它只是需要就是花时间就是去熬煮炖煮而已、那我觉得就是说70-120就可以让人家就吃到外面就是餐厅300多块的就是东西，只是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你自己搞出来好吃吗？你自己吃了觉得还蛮好吃，还不错啊！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幸运的，有才。就好像就是我们家辣椒饼干的，就是调味，其实也都是我自己调的啊。然后自己调，就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可能是因为阿嬷也很会就是煮家，因为像小时候就是。有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到阿嬷的底下，跟邻居在那边挖米，然后就是吹米歌，然后还有就是做那种就是像。就是我不知道北部有没有，就有一种很像就是那个昂菇粿，然后可是里面是包高丽菜的。对对、高丽菜其实吃那个菜脯比较多吧，菜脯那种的，就是里面的馅料是什么、对、啊、那个很重要，那是口感、对不对？我们吃外皮没什么意思，把吃到那个哇好假好假，所以那个很重要。所以咖喱店你那时候采取一个策略，我们讲说创业这个你进入这个行业，或者你自己开店，你卖什么东西？其实你的策略很重要，不是只有说好吃不好吃，好吃的店也很多时候，这个经营不善倒掉的，对不对？你的策略是什么？你采取一个限量，是不是反而变成倒店达人？其实也没有采限量只是我、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每天就是200份，就是这已经是我的极限。然后你每天卖光、你一个人吗？一个人在弄吗？没有，那时候还有就是一个朋友跟一个员工，就是一起在帮忙，只能养这么。另外两个人了对对哈，对，然后结果200份是你们的极限了。对，然后因为我就是要求是洋葱就是进来之后，我每天都要炒就是一大袋黑色垃圾袋那样子的洋葱，所以例如说我们只营业到就是晚上7点，可是我有时候就是我要炒洋葱，炒完之后都已经可能半夜1点了，对，很辛苦。那一大早不会，那时候其实不会觉得辛苦，因为那时候就是为什么坚持一定要炒洋葱，是因为洋葱就是。一开始它是白，它会有辛辣，然后可是你就是只要炒超过就是4个小时，当它变成就是深褐色，完全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去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它会生水嘛，水之后它会开始就是变成就是咖啡色的，就是固态状那样子的，就是洋葱它会比原本洋葱就是甜度至少高50倍以上，它会超甜，然后所以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把它加入就是咖喱，或者是就是说做洋葱法式洋葱汤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好喝的。你是自己一再试一再试，所以才知道什么是好吃的。那200份限量就是你们的极限的，每天都是满客吗？对啊，因为我那时候会做外带，然后可是。就是，所以那时候才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那边会收掉，就是觉得就是说，每天就是都卖光光，可是为什么会没有钱？后来才知道，就是说，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还想说，就是我东西我这么用心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就是那我的包装其实也应该要就是让人家就是看得开心，然后吃的也开心。对，所以可是我就去买了，就是那个进口的。便当盒3个，成本高了，对，17就要17块，哎呦，对，那我才卖70-120，可是大部分的客人都是选70-90啊，然后你就扣掉17块成本，然后又要扣就是人事水电这些，所以就是到后来就是都没有钱，都没赚钱，那作者还干什么呢？维持一个品牌吗？其实也不是，后来又陷入一个谷底了，没有赚钱。然后你当时候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老是开店？我怎么老是都好像没有办法，作为我终身的一个事业啊、那当时是怎么想？后来还是靠网络吗？网络的神助吗？那时候没有网络、不会啊。我觉得就是说，就好像我那时候开咖喱那时候，因为房东也很疼我们。那时候房东也80几岁，我们那时候地址在哪里啊？中山路82巷2号，现在还在。
现在您是南部的小孩，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讲的，嗯，对对，南部的，嗯。然后那因为那一间房子其实它以前是废墟，嗯，然后房东才租我7000块，然后我那时候请师傅来帮我估价的时候，他说这边大概50万。然后我就跟师傅就是删删减减之后，他说最少最少还差30万。我后来为什么我就跟师傅说，就是因为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做，你至少还要再多请1到2个师傅。我说师傅能不能就是我在旁边协助你就好。所以现在如果去那一间店，就会看到就是他的可能角落还是什么钉钉着的地方就钉得不好，还是那都是以前我钉的。是，对。然后例如说就是水沟，就以前就水管就是大概就是只有这么小，可是我们做就是要扩大好几倍嘛，嗯，然后也是拿着就是那个电钻，就陪师傅在那边打，嗯，是。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没有赔钱，嗯，因为我把电盘掉之后，就跟我当初的就是装潢费其实是差不多的。为什么后来你又转战这个网络上面的食品销售？嗯，哦，嗯，那当然就是说，刚开始网络卖的不是辣椒，是泡菜。泡菜，嗯，为什么卖泡菜？年纪轻轻怎么弄泡菜呢？嗯，没有，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在台中市西屯路那边的一个小餐馆工作，嗯，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当就是副手兼服务生，然后啊，真是什么都做过啦，对啊，对，然后就是师傅那时候我们会有小菜，就有做泡菜，所以你大概知道就是基础的泡菜怎么做，嗯，然后那时候餐厅就是小餐厅倒了之后，我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然后刚好我们台南那时候在流行就是那个亲家就是黄金泡菜，嗯，然后我就想说，哎，黄金泡菜就是卖得这么好，那我是不是就是也来，就是在还没找到工作之前，我先来卖就是黄金，尝试一下，嗯，对，先卖黄金泡菜，嗯，结果呢，然后因为泡菜里面就是有一个原物料，就是要用到辣油，那试售就是好的辣油，因为我没有知名度，如果我成本高，就是相对我的售价也要高，那客人不会买单啊，嗯，可是就是便宜的它做出来就有一个化学的味道，其实讲的，因为我不是本科系的，我是一直到前2年就是爆发就是大统长期就是它的辣油都是化学的，我才知道就是哦，原来以前用便宜的辣油做出来的泡菜，嗯，就是觉得给比不好吃，嗯，原来是这个原因，嗯嗯嗯嗯，然后因为贵的用不起，便宜的就是我又不要用，所以我就自己做就是辣油，那辣油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它就是辣椒加菜油冲泡这样子而已，嗯嗯嗯嗯，然后那时候辣油萃取出来之后就是会有辣椒干，然后一开始其实是丢掉的，嗯，然后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管理员，因为管理员那时候就说就是哎，这个就是猫猫狗狗都会去抓，然后辣油就流出来又很难清，那我就哀念，然后哀念之后我就想说，嗯，那我们能够就是怎么样就再去利用，嗯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管理员念，那我们想说不要被骂，嗯，然后就想说那不然的话再利用，就是一开始只有裹面粉，嗯，就让它吃起来脆脆的，嗯，然后吃起来脆脆之后就是买客人买泡菜，嗯，然后我就送他就是这个东西，然后客人一开始就说，嗯，这油呢，嗯，然后客人跟我们说太油我们就改善油，后来他又跟我说就是你能不能就是改变一下就是口感，因为你虽然有裹面粉，可是它过放一阵子它就会软掉了，嗯，它是这样子就是口感不好，嗯，然后他说我送给他，他吃也不是不吃也是丢掉，他又怕就是之后就是下地狱之后，嗯，太多选择然后所以我就有一次刚好去逛夜市，看到人家在卖就是双胞胎芝麻球，诶，我就想说那不然塞芝麻不知道好不好，嗯，那没有想到塞芝麻之后，因为芝麻也有香气，就意外就是获得就是客人的好评，嗯，然后可是再过一阵子之后，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辣椒饼干真的要感谢就是客人，因为一开始纯粹只是送给客人，对，然后怕给客人就是带来负，他们就是你的实验室啦，嗯，等于说他告诉你到底哪边不好哪边好，你可以继续再改进，对，嗯，然后就是客人就过一阵子你改善的就是有口感之后，他又过一阵又告诉你就，诶，人家乖乖都有椰子口味五香口味，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就是那个调配口味，不然的话，嗯，我每次都是因为它单吃没有味道不好吃，然后我每一次都是吃泡菜配这个东西，配久了应该也会怕吧，我突然就这样跟我们讲，所以我想说那不然的话来调配口味看看，其实这个刚刚我们受访者提到的就是他不是导电达人呢，我听他的一句话我觉得像是一个研发达人，也因为他在网络店开始开卖香酥脆椒，他因而把自己阿嬷的名字 Doga 放上去了。好，我们等一下来放鞭炮，我们来庆祝这一段这个创业成功的这个历程。休息一下，这段广告马上回来。Pop 抢先报，欢迎回到
Pop Radio Pop 抢先报节目，我是黄光芹。我们今天有请当事人，邀访的是李威成。我们听李威成的故事相当深刻动人，他是昨天3月8号妇女节才颁发的十大杰出女青年之一哦。我陆陆续续会邀访其他杰出的女性哈，来我们节目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哈，听听李威成的故事，想想自己的未来哈。威成刚刚提到，终于把阿嬷的名字挂到你的品牌上面去了，作为你现在哈阳明国际的哈的一个名号。那当时候本来这个辣椒它是配角，后来变成主角，你把它卖泡菜，然后给这个一般来你这个店内采购的这些民众分享，就没想到辣椒变成主角了。在当初您得到这个创业楷模奖的那个时机点，当时候的媒体是说你月入300万是一个很成功的事，营收哦，总营收。但我们等一下再问，就是说到底赚多少钱？那可是刚创业，你要从这个副品牌变成正品牌，你还有经历过一个这个门槛。听说你那时候还有去借了一个青年创业贷款之类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前面倒过太多店了嘛，那因为然后辣椒饼干是第六次创业，然后我觉得第六次创业跟前面五次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是因为以前创业其实都是自己在就是经营，然后就是公司怎么经营就自己想。那可是第六次之后，我那时候就是人家就跟我说，就是有一个微型创业楷模，你要不是楷模，对不起，微型创业凤凰计划。对，然后他就说，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想要去上课看看？我就说上课能干嘛？他就说上课你先去上嘛，就是上课有本东可以吃，有冷气可以吹，你为什么不要去？我说啊，那除了本东可以吃还有什么？他就说缴学费换便当都不用，完全不用学费，对，完全不用钱。哦，那何乐不为？你就去听嘛，花时间去。可是我那时候就是只有便当还有什么，然后他就跟我说你可以借钱。我说借钱，他说对，他说可以分，就是100，就是可以最高可以借100万，然后分7年摊还，然后而且前2年还是就是政府帮你支付利息，你说不用还到就是不用有利息，为什么不要？我说好好哦，我说那不然我先来上课看看好了。结果从辅导专家那边还是学到一些知识嘛，非常多。因为那时候里面的顾问全部都是不用钱的，然后顾问他会就例如说以前就是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个包装好不好，然后就是你大概定价要定多少，然后还有就是说就是你的调配口味方面，就是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就是顾问，然后重点是完全就是免费，而且就是那时候他们劳委会里面的人其实也真的很好，劳委会主办的，对，然后就是我有疑问或者是就是我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们如果在当下没有办法去回答我的时候，也都是说你等我一下，就是那个你给我几天时间，我来帮你问就是其他的人，他帮你解决。对，对，那威成，我们把阿嬷的名字你帮我念。因为我们像什么豆嘎不对，阿嬷的名字豆嘎，它是什么样的？是我一听是不是日本名字还是怎么样？你讲，因为就是阿嬷姓杜名甲，然后就是杜甲嘛，然后台语就是豆嘎，豆嘎，对啊，所以我那时候直接把就是那个我们豆嘎相互睡觉，就是把阿嬷的名字中译音这样子。那这个卖辣椒，说实话我不敢吃辣椒，卖辣椒可以做成脆饼，然后可以做成冰淇淋，这样的口味可以赚大钱，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它也不是我原先预定之类的事。就营收是每个月真的有达到300万，如果扣除成本的话，大概获利嘛，哈。我们获利的话，因为其实跟姐姐报告，就是我辣椒饼干今年12年，可是在我是去年之后才有所谓的就是财务长姐姐，就是财务长他才开帮我分析成本。我不知道我以前的就是实际净利是就是多少，但是我可以确定就是每个月都会钱，因为有没有钱就是最清楚，因为我没有在用支票，我没有在跟就是然后就是我每货款都是现金结，那有没有钱你看银行的户头就知道了。所以这个财务纪律也要建构了不是说像以前是自营这跟几个朋友。那其实威成他的创业经验也可以提供很多青年朋友作为分享那一个他打前锋嘛如果年轻辈的或者说你中年失业的，你或许作为一个参考其实人生的经历不止于创业，其实威成，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可能面临婚姻啊，会面临感情啊，失败。其实，在你人生当中，刚刚提到，就你跟弟弟，弟弟后来
不幸过世了，这也是对你人生来讲的话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以前呢、其实就是我说了爸爸妈妈不乖之外，就是还有就是一部分就是他们那时候比较没有去照顾到我，有其实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弟弟心脏病。然后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其实一开始啊真的会觉得就是说，诶，弟弟其实这个我要说对不起，可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不懂事，因为小时候就是因为一直没有得到就是爸爸妈妈的关爱，就只有阿嬷，然后所以弟弟去世的那一个瞬间，你会就是一开始会觉得开心，你会觉得诶，那是不是就让我有人疼，可以独享了、对，可是没有想到就是说完全不是这样子一回事就对了。而且就是其实现在长大就是只有自己一个人，你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就是去讨论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很孤单。哎呀，这个维晨在这个你年轻岁月里面哦，其实未来的这个路程很长，我们还会经历过非常丰富的这个人生哈、越丰富的人生，我们的考验越多的人生，好，我们痛苦挫折越多的人生，其实是非常值得的，好，是非常精彩的人生。那维晨，我们知道你自己创业有一点成绩了哦，你自己其实有一些想望，你希望变成一个像十大杰出女青年或者说创业楷模的时候，你不会为自己想，其实你未来还是有一些梦想的。譬如说救济跟你曾经一样遭遇的这些弱势者。我跟姐报告，就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以前你做辣椒饼干，其实你真的只是纯粹想要就是赚钱，你想要有钱，因为你觉得有钱你就有安全感。然后到后来就是员工数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我要怎么去经营，就是公司怎么去跟员工沟通，我觉得就是跟人就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做，可是你要怎么去教育他们，所以我开始就去外面上课，然后也就是因为去外面上课你才学到所谓什么叫做道义责任。然后你就开始就是会想要就是说希望公司变得更好，你想要给员工更好的福利。那你给员工就更好的福利之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持续有在上课，然后顾问老师他们就会教你，就是说就是你除了就是就像顾问就告诉我，就是以前你是因为很多人的帮忙你才能够是有现在。那外面的很多，就像为什么会去一开始会去家福演讲，也是因为就是家福的小朋友，因为他们就觉得就是说我没有前途了，我没有未来了。对，然后你看看微晨的故事啊，会有怀抱希望了。对，就希望就是我借由自己的故事去告诉他们，就是说其实只要你肯努力，然后你只要愿意去做尝试，没有什么所谓的不可能，只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其实你就会会努力去达成。对，好，微晨太棒了。杜甲嬷，你的孙女太棒了！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微晨为我们分享你的人生阅历跟故事哈，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短了。谢谢微晨，谢谢姐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内容，谢谢。